基隆庙口，庙口位于基隆市仁爱区的精华地带，临近基隆火车站，交通十分便捷。这座庙宇为奠祭宫，是基隆市区的大型庙宇，祀奉开漳圣王陈元光。传说圣王是唐朝的武进士，平定了闽越边境乱世，并奏请朝廷建制漳州，赈济卓越。此后被后人奉为地方上的守护神，奉祀至今，香火延绵不断。在奠祭宫外有长达三四百公尺的小吃摊，就是国人熟悉的基隆庙口，犹如代表基隆的符号，总是吸引国内外游客争相前往大啖美食。夜市内有著名的小吃，从泡泡冰、顶边错、营养三明治、虾仁羹、天妇罗到奶油螃蟹，应有尽有，因此造就出种类之多、全台之冠的美誉。每个摊位都按照顺序编号，加上统一的招牌和统一的规划管理，干净整齐，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兼顾卫生。